下一位，亚米。下一个，大家好，我是亚米。你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作品或是风格？风格就是亚米的风格。哦，这个回答很帅。It's yummy。听说最近的热播尿酸，大家要酸，直播网红都很心酸，他们跑遍医院不乳酸，请问这大腹神经妙算，我说有没有搞错，要 fix 轮廓，必须轮廓你先 fix， 懂不懂 personality？ 标榜外貌协会的人，只是一堆外貌协会在外貌圈鬼混，纸老虎自欺欺，忍气嘴巴舌 blah blah， 互相听不懂的假英文，不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女神假金。Oh, I'm sorry， 其实我在等你提问，最喜欢的部位在哪里，毫不犹豫我的单眼皮。 Beautiful, so beautiful, beauty, beauty, beautiful, so beautiful, beauty, beauty。 Beautiful, so beautiful, beauty, beauty， 一枝独秀才是真正的 beautiful yellow。 谢谢。溜溜的特别摇，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对，只有我们这一组没按哦。我喜欢你唱饶舌的时候拽拽的样子，你的拽拽当中又带有一点贱贱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特别，这是你的特色，有你的风格啦，所以一直我们没有按。可是你下一次表演，其实真的要多注意，副歌应该可以再更有一个什么特色或创意，让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拽的 hook。所以希望接下来你要再加油一点。谢谢谢谢。还有，他有那种自己的那种态度的感觉。对对对对，大部分的女生 rapper， 她要么就是走清新路线，嗯，要么就是走比较性感的。她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女生饶舌说唱歌手的可能性。